水退了之后，慈济志工再度拜访位于太保的劳宅社区，逐户送上祝福礼及上人的慰问信。这是上人写给我们，就是因为那一天，烟囱来，所以上人吼，伊要甲恁祝福，互恁心可以安下来，不要担心受伤。这个社区在几天前大雨肆虐时淹了1.2公尺高，慈济志工曾在24和25号两天送过热食，如今再访，乡亲依旧记得那份温暖。上您好，要让咱大家心安的开，转给我。真好，是祝福啦。感恩啦，都千秋之际人吼，大来吼，天气嘛就好安尼。好，感恩啦。64岁的曾秋鹏搬来这个社区20多年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水患，想起撤离家园的那天，心有余悸。他和志工能这么热络，是因为20多年来做环保结下了缘。咱的叔叔伊每礼拜吼，伊遮的量拢足济啦，啊，阮逐礼拜吼，每一礼拜拢爱来载一撮，伊社区这边，大家拢捡捡来吃。送上平安，还有志工们满满的关怀，希望所有乡亲心不惊，继续往前行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加以报道。